哎，行了行了，这磨磨唧唧这点事儿啊，我跟你说媳妇儿，这个项目呢你老公一定能拿下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年底都差钱儿，所以说呢这个酒店要是没有我的注资那就快黄了啊。我再说说你，那你买不着头等舱你就给你老公买个火车票啊？啊，我坐20多个小时火车过来的，嘎哒嘎嘎哒嘎的，整的到现在我看谁我都嘚瑟。什么玩意儿？我说什么？我说嘚瑟嘚瑟嘚瑟。Sorry sir， 抱歉，本酒店是5星级无烟酒店，禁止吸烟，请您配合。 Thank you sir。 Sorry sir， Thank you。 烟怎么抽出一股薄荷味儿？哎呀，你说，哎呀，哎，于总，我在你们酒店大堂呢。啊，怎么的？啊，改咖啡厅见面了。啊，怎么找您？啊，找北，北，找北。啊，看见了看见了，大玻璃球子。哎呀，你10分钟之后到啊？啊，那我马上我就过去啊。哎呀，不用点，点什么点呢？点杯拿铁得了啊，香草味的超大杯，半袋奶半袋糖。没啥要求。要热的啊。好嘞。你看这买卖谈的。sir， 您打完电话了啊？哎，跟您说个事儿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这有事儿。哎 sir， 有个事儿必须跟您说清楚。有什么事儿你回来再说。sir， 您不能出去。咋的？外头有危险呢。哎，不是 sir， 有个事儿必须跟您说清楚。不是你是，你知道我是谁不啊？啊，我就是你们于总的贵宾，啊，来这就是找他谈买卖来了啊。所以说呢，你别再耽误我时间了。我等会儿我咖啡我都凉了。sir， 咖啡凉了可以热。我知道您是我们于总的贵宾，哎，按理来说您是我们的上帝。哎，您给上帝打电话？哦，不是，刚才上帝给您打电话？啊，不是，您是。不是，你到底想说什么 ？sir， 我想说事情是这样的。刚才呀，您在大厅里抽烟，然后我跟您说 sir， 请您配合，您还记得吧？然后呢，你置之不管，然后你继续抽烟，我就在后面啊帮着去处理这个烟雾，对吧？您还记得吧？这个时候呢，您电话响了，然后这个接电话同时，你这烟就掉在地上，你的脚就从我的手上踏过，这时候你去门口找北，又在大玻璃球里面点了一个超大香草，加了半袋糖、半袋奶的热拿铁。sir， 您听明白了吗？啊，我明白，这些事儿都是我干的。不是，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？sir， 我想说，此时此刻我很疼。你啥？我很疼。你疼？你疼？你疼你疼疼你的吧，你疼你疼你拦我干什么玩意儿啊？再说我咋的你了你就疼啊？哪儿疼啊 ？sir， 您别乱看，我是手疼。你手咋的了？我的手被您的脚踩到了。不能够啊，我这完全没有感觉呀。啊，再说你刚才呜呜喧喧说半天，你压根儿没踩这个字儿啊。